没想到我爸在外面竟然还有100多万。这么多？爸，好多了。我太难了。这是我儿子。我爸爸。这是我老公。我爸爸。真不严重。好了，不要给他惹哭了。好了。爸爸。你不抱着呢吗？我的心都是你的，好不好？去啊，去找你老公去。我老公忙。你也找你老公去。他谁的老公？我这面团发好了，这一次就很好看。今天我朋友想吃凉皮的，我不得给他做个肉夹馍搭配一下。都配套了是吧？有凉皮不得有个肉夹馍，这才是灵魂。你负责做馍啊，我负责炖肉啊。可以。我在锅里面炖的厚皮肉。综合考虑，我180不能白花，然后你还是去休息吧。什么180美甲是吧？我怕它不小心断了。我揉面也断了。救命啊！点磨酱啊！磨酱啊！大哥不吃头巾啊，怕点大哥怕长嘴，大哥唔接。客户欠钱，好多年呐、啊。应该这3年才还了10000多块钱，一直给不上钱嘛。还得每个月都要。哎呀，每个月要点钱啊，跟割肉似的。人家都说了，借钱的时候是什么？拿草鞋的时候跟孙子。这不是借钱，这是货款。货款。这个客户啊，跟我们也是朋友，也是客户，关系很好，处了10多年了，还欠多少？从前的几年的话，应该欠了5万多嘛，现在还欠4万多，就是3年才要了10000多块钱。以前哦，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年卖40-50万，结果后来欠的太多了，应该是后面生意不好了吧？是投资太大了，跨的太大了，然后后来可能也被人家骗了，人家担保了一笔多少钱，100多万，200-300万的，最后让银行给追债。他人倒很好，人倒是很好，他说我会慢慢还。我气是啥，每次有时候打电话他不接，或者信息不给怎么回，他说不行，你一个月还1000块钱嘛，他1000块钱可能还不上，最后说一个月还500块钱。这个的话毕竟这么多年了，而且跟我们的关系很好，因为那前几天他老板那个啥得病中风了，所以现在都靠那老板娘，但他现在两个小孩也长大了，这两年稍微能缓一口气。要不然你看，像比如咱们啊，要是要账看到电话咱们都紧张，肯定的，没钱还嘞，那怎么办，是不是啊？人倒很不错，原来西安拿经常来，你问你妈，跟刚刚处的跟朋友似的。我没有见过啊，你没见过。我们去逛街，带他去玩，处得很好。不过工地上咱的账还不怕，对不对？跟私人不一样，不以前咱在商店搞批发了嘛，基本上都是现金交易，要么就代收款，当时就没钱欠账。但是这些年其实人少欠是少欠，其实钱真的不好要，大环境在这真不好要。等于咱们现在外面还有多少外债啊？我算一下怎么。外面可能还100多万。没想我公公还有100多万。那生意都是这啊，先做点，慢慢要。为什么这么多？为什么这么多啊？留着给你当嫁妆啊！把这个饼放进去烤。哎，这是感觉有点肥哦。肥不怕，这才像肉夹馍呀。你看，好厚啊！这个是巨无霸，你看，这个让你顶一顿了啊！谢谢你哦。你看你这唱歌天赋，一看就遗传你老娘，唱的真难听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我把那凉皮先煮一下，你们上次可以按季嘛，我跟你妈一人盛了一包，你妈说很好吃，今天你们可以试一下。刚好今天天气很热，就是这个擀面皮哦，可以蒸也可以煮，煮完以后把它挑开放凉，还是一根根的，哎，它变筋，要调味料，这个辣子很香，自己再配一点黄瓜，来点香菜，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，OK， 可以了。小心别碰到衣服上面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凉皮呀、啊。好辣呀！你要不要吃啊？不吃。你看到好辣就害怕是吧？我给你洗一下啊。可是这就没那个味啦。我还要吃啊。要就得吃这种辣辣的才香。还这么多呢？还没调呢。这个煮熟了是吧？煮熟了。哦，那得赶紧了。肉夹馍还没夹呢，熟了，肉夹馍磨好了，我等肉啊，还要剁肉，我要剁肉。哎呦，这盘子装不下了，这是一份量吗？一份，我再调一份梨皮，调上2包，1包都不够吃，还是放点黄瓜丝、香菜，再倒入红油，赶紧偷偷尝一个，好脆哦，再调个5谷鸡蛋。今天这吃的是够清凉的，全是夏天的菜。你抓紧赶紧做肉，我做拌好了都想吃的。这肉也好了，哇，这是芝麻软蛋，哇，这闻的好香啊。
我的猫都等候多时了，你看好几个。算了算了，捞了吧。怎么捞对了？都需要这样子软烂。我今天这个猫真的太顶饱了。再来一点的汤汁。多加点肉哦。没问题。不能抠抠搜搜的。今天别的蛮有肉可能管够，这样够不够？够。我去拿个盘子装。这是豪华版肉夹馍。肉有那个感觉，可是馍有没有那个感觉不知道。你不要吃了，我又帮你吃啊。我的腮帮子已经止不住在流了。嫂子吗？想太多了，那就别来了。我也是这么说的。再过来给你们看一看吧。是啊，多好奇哦。他要上班，他纯粹是来看一下你这个妹妹。有可能都不是看你，要不要看谁？看甜甜。看甜甜呀。